更牛气更牛气，嘿，有嘞有嘞有，我们是镖客男子汉，等来。风大雨大，风浪大。蔡青阿弟，你今日想要用我性命？俺着好阿仔，阮爸已经开始找你啊！阿那无，连你你嘛会做会出力啊，对吧？你真是活出来啦！阮爸决定要跟你断情绝义，绝对是伊做过上个正确决定。你来废话遐尼多啊！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好好啊交代你的后事啦，卡免你做鬼了，嗲后悔。我知影伊因食珍贵啦，啊！不过我甘愿替阿妈恁啦，阿哥，阿哥你啦，你只戆阮陪伊开笑，人家对你真好嘞，你竟然认贼做后辈，连下这个贼阿婆要来打死人家，你拢唔敢你有报心？我你起码是没做后辈。爸，喂，廖凯宏，卖心眼给碎皮啊啦！那我是你哦，就随扛起来，过点点，我的卡会当换一个好事。免介啰嗦遐尼多啦，直接送伊上路。有啥物废话，互伊去甲牛头马面讲。因为杜光亮是你的亲生老爸，你就想要证明啥？你根本不是一个好爸爸。杜光亮，你是亲
命的，叫你的后生杀人，你根本无资格做人的老爸。你搁敢讲？那不是你给咱子孙，那人林国勤那只软家下做老爸，伊即马敢毋真无胆，完全无像一个查甫人。我即马给伊安尼做，是为了要给伊当大人。予伊有一个机会，用证明伊有资格做我杜君的后生。你今天是开笑哟！卖啰嗦啊！只要单子生经过一摆考验，伊会变作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子生，你听嘛，袂当听一只小狗讲的话。你袂当安尼做，你安尼做，你所有一切都毁掉啊！子生，别做了，你卖搞笑。安怎？丢丢啥？是不是后悔避秋啊？还是爱爸爸先做一摆给你看？是后悔啥？爸，我是学医的呢。就算我无太过人，啊，不过我替袂少高安乐死，我因外跳跳，到袂喘气，煞你无感觉？呵，安尼上好，查甫囝就是安尼。家庭不同款，规身躯拢是重。急时到啊，送伊上路啊！你有去？阮爸要试看卖啊，我是不是有胆？恁拢闪开！真正有救啥？你都姜海红，怪你家己啦！真正你也想做代志啊，你这人会给不啊？